不是啦，你吃排队的啦，莫安尼啦。有排队啊！你两只拢两只花园才排队的啦，不是在那排，莫安尼啦，无两只排，无人安尼啦。什么用这么贵的规定？不知道要点名，你还要花钱吗？没完啦！安尼伤感情啦，安尼伤感情啦。这样我们也是，你们没有安静，我讲话大家听不清楚。好，如果愿意接受我的建议的话，因为民众党只有一席，好，我们是不是先第一位尊重民众党的委员？我们不要尊重，叫不进来，叫不进来，叫不进来，骚动的不要。